小姐，听说吴平不是昼夜杀死的，而且他还活过来了。不可能，是真的。这桩奇闻，现下整个青阳都已经传遍了。明明就是他下的毒，害死吴平的。吴平少爷是被毒死的，这不假。但是下毒之人，却不是他。那是谁呀？ 这就不知道了，但是听说赵大人已经派人去查了，可是吴平少爷去世太久，线索都没了，估计跟当年沈家大少爷之死一样，又是无头案了。谁说没有线索？明摆着就是周莹下的毒。不是的，但是不，就是他，他骗了吴平哥哥，骗了吴叔、吴婶，骗了吴家所有的人，现在他又骗了赵大人。小姐。 小姐，王大人来了。大人，他们来了。 你是福至存的女儿，胡咏梅吗？咏梅拜见王大人。你爹的事儿我知道了，刑部的主审正好是我的童年。咏梅求大人施以援手，让我爹早日回家。 王大人，这是我们胡家的一点心意。胡小姐，放心吧，你爹没事儿，半个月之内肯定让他回家。谢大人。谢大人。 大人，请回吧。啊，怎么说？小姐，借一步说话。他们说，老爷没事儿。没事儿。 这大半年都过去了，我们拖了多少人，花了多少钱，得来就两个字：没事儿。那如果真没事儿的话，那人呢？人在哪儿呢？小姐，你别着急，人家说了，老爷的案子还没定论，所以还不能放人。东运的案子都结了那么久了，我爹怎么还没有定论呢？再等等吧。还要等。 请，杜老板，您慢走。杜老板，我是胡咏梅，我爹是胡志存，冒昧拜访，还望见谅。 胡小姐，请。啊，给胡小姐沏茶。哎，请坐。哎，胡小姐，你这是？杜老板，求你救救我爹。
是谁告诉你我能救你爹？今天我在巡抚衙门门口看见您了，那身着二品官服的巡抚大人都对您毕恭毕敬，我知道您一定有能耐。啊，只要您愿意帮忙，我爹就有希望了。你爹的事儿我略知道一点。胡小姐，你先回去吧，把这些金子也带回去。杜老板，我会尽力的。杜老板，只要我爹能够平安回家，我胡咏梅愿意做牛做马，全力报答。你先起来吧。我只要答应你了，我一定不会失信。来，起来。杜老板，您的大恩大德，咏梅莫齿难忘。你回家等我消息。那我先告辞了。啊，我送你。胡小姐，其实我们很久之前见过。我不记得了，那我爹的事就拜托您了。您放心，那你们一路小心。雅静，放。起轿。他已经不记得我了，不记得也好。咱们受那么多苦，不就是为了忘掉过去吗？也对。他为胡志存而来，就成全他一片孝心吧。不过在释放他之前，我得再跟他谈谈。